黄狗参见公主。你是谁？我是汴州司马高明义。高司马，快快平身。谢公主，我是受你父皇的委托，来救你出去的。那我父亲身在何处？你父皇现在正带领随军在城外等候。我们现在就出去吗？公主别急，现在宇文章把守严密，还出不去。两日后，我再来救你出去。好，高司马，那能让我做什么吗？公主想念你的父皇吗？当然。好，那就请公主赶紧给你父皇写封家书，我派人转给你父皇，也好让他知道你现在的情况。公主一定要告诉你的父皇，两日后让他到东门迎接你。将军，这种鬼头弓是我精心研制的，威力巨大，一次可以连发五箭。若事先能把弓弩手埋伏好，定能让随军有来无回。好，那就烦劳二位加紧督造神弓，训练士卒。此战关于我大周国前途命运，功败垂成，在此一举。将军只管放心，此战必定大获全胜。一点小意思，二位收下。若能大破随军，必有多此十倍的厚礼。将军果然豪爽，若我们助将军夺得天下呢？若真能如此，当与二位分享世间富贵。圣上随大国僧一起去营救兰陵公主，不知道那边情况如何？这个高明义好几天都没有联系上了，圣上这才心急，随大国僧进了城。唉，真叫人担心呐。是啊，离宇文章最后通牒只剩三天时间，公主的命危在旦夕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带我去见韦将军。走吧你！我要见韦将军。我就是韦孝宽，你是何人？我乃汴州司马高明义手下送来密信。快快呈上，如有虚假，定斩不饶。密信只能让韦将军一人观看。你慢，呈上来。将丘头拿下！我乃当今三军副统帅，除了圣上，谁敢动我？证据在此，给我把他拿下！丘头
我一直怀疑我们的行踪，宇文章怎么了如指掌？原来是你暗地里勾结陷害圣上。不用审问我，不见到圣上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哼，那这些话待圣上回来你再说吧。押下去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面见圣上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服，我要见圣上。走吧，你个叛。密函送到了吗？将军，送到了。魏孝宽已经准备出兵，而且当场就把秋桐给抓了起来。好好。只是小的不明白，将军为何要让我揭发秋桐？这就叫做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如果你不向杨坚提供一些真情报，你让他如何相信你这个假司马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将军高明。哎呀，只是可惜了秋桐这枚棋子啊。既然兰陵公主已经在我们手上，她已经不重要了。将军太高明了，要是没有秋桐这条内线，我们怎么能够随时掌握随军的动态，又怎么能够引志同寺的武僧上钩呢？这叫将计就计。不过为防万一，全城戒备，严防志同寺的和尚营救兰陵公主。我要让兰陵公主待在养心殿，亲眼看到本将军是如何活捉她的父皇的。好，看来一切尽在将军的掌握之中了。明道，你在这张图上看一下，公主被软禁的什么位置？就在将军府养心殿的密室里。哎，这儿离东城门很近，救出公主之后，我们可以从东门逃出啊。可师父，想救公主没这么容易。上一次在将军府花园有多少道门防护着呢？而且他们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。我们不可能轻易出来的。是啊，现在只有拿到副将王广的将军令牌，请才能进入密室。参见圣上。啊，各位免礼。来，朕给各位介绍一位朕的好朋友，这位是玄云寺的住持，五岳高僧。阿弥陀佛。多谢住持，我等打扰了。阿弥陀佛，客气了。拥护明君，不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愿望吗？是啊，圣上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现在就去救兰陵公主，请圣上在此静候佳音吧。哎，不不不，朕还是不放心，朕还是同你们一同前往吧。万万不可呀，圣上，您就在此坐镇指挥，我等智同寺武僧此一去，定能救回兰陵公主。阿弥陀佛。师兄，来来来，师兄，我们乏了。去，别出声。有人。喂，
怎么又是你啊？老娘偷的是王广的东西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圣上的金佛呢？小气鬼，下回还你就是了。哼，知道将军令牌藏在哪儿吗？将军令牌好像一直藏在王广副将的身上，从没有离过身。我们现在很需要那个令牌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嘿，你这贼婆娘，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杀了你。别出声，我们要救兰陵公主，希望你能帮忙。那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我来了。那人，你躲什么呀？那人，你好奇。那人，你还没有脱衣服呢。啊，好，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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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！不出大将军所料，你们两个志同似的秃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姑娘，委屈你。我为什么又要当你的人质？都别动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威胁我呢？你杀了他吧，杀了这个贱人本将还高兴呢。动手啊！你不动手，我可要动手了。上！大胆！这可是大将军赐给我的免死金牌，你们谁敢抗旨？这个贱人，走！又破坏了我的好事。追呀，抓活的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明白。太好了。哎，明道呢？师傅，师兄被王广给包围了，他让我先把令牌送过来。这样，桑满，你和觉远去救明道。好，咱们几个去救公主。走。将军要提审兰陵公主，命我亲自押送。这么晚了，还要提审犯人啊？你如果不放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回去。不过将军要怪罪下来，你可要后果自负啊！我们走。等一等，
让他进去。是。慢着，只准一个人进去。放心，父皇，你在哪儿呢？公主，公主，有人找。兰陵公主，将军要亲自审问你。王大人来了，一切就清楚了。行动。哟，哎呦，大人，喝，肚子疼。哎呦，哎呦，快快快，快快给弄点暖水喝。哎呦，大人，快倒点水。哎呦，大人，倒点水喝。快，包围将军府。是。师弟，师兄。吓我一跳，怎么样？没动静。哎，师兄，一直跟着你那个贼婆娘吗？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继续观察。哎，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嘴张开。大人，大人，你给我吃的什么药？你刚才吃的是断肠散，一个时辰之内不吃我的解药。包皮而死，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不想死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救命可以，赶紧带我进去，把公主带出来。只要能让我活命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师父还没有点燃火把，一定有情况。司马君。怎么一股茶叶的味道？老公公，给我冲出去！
师父，你带着公主先走，我们两个对付他。上，走。带公子先走。父王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公主，公主，父王好想你呀。参见圣上，大国僧快请起。多谢大国僧替朕把朕的兰陵公主给救回来。阿弥陀佛。圣上，金琵琶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别哭啊，姑娘，你不是有件重要的东西要当面交给圣上吗？怎么还不给啊？快别哭了。小女子为了感谢圣上的救命之恩，不知该作何报答。我知道圣上最想要的是汴州的城防图，我从宇文章那儿把它偷了回来，献给圣上。太好了，就是没有这张城防图，所以我军迟迟无法攻下汴州，这真是太好了。请受我杨坚一拜。哎哎，姑娘姑娘姑娘，圣上不妨，姑娘是心情激动所致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，快点扶姑娘起来。哎，来，姑娘。智同寺武僧参见圣上。高僧免礼。圣上，敌军人多势众，我等不敢恋战，奋力杀出重围，来与圣上会合。多谢众高僧，下面该怎么办？圣上，根据老衲的调查，发现宇文章
已经把全部的重兵都埋伏在城东门柳林沟附近，另外城内的大军也主要集中在城东门。这正是宇文章的圈套，不过还好我们已经有了这张城防图，朕要赶紧回军营重新布阵，朕一定要粉碎宇文章的阴谋。圣上，依贫僧之见，此事事不宜迟啊，就让明道护送您和公主先回随军大营，我率领剩下的武僧潜入汴州城做内应，配合随军一举拿下汴州城。志同寺对我大隋的功劳，我杨坚无以为报，后会有期。多少兵马？共计8000兵马。报！报！随军先头部队在柳林沟前5里停止前进。看来随军是要准备冲锋了。传令三军准备迎战。是。我大周国的前途命运就在此一战了。本帅倒要看看，他们没了主帅，如何作战？报！报，圣上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圣上回来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报！报！随军主力向南城移动。什么？有多少兵马？大军全部转移。下去吧。是。南门告急！什么？将军，难道是我们中计了？江湖从来没有输给过史豆的，叱咤森林田园，没人比我砍柴快，你死吧！呀，小心！师兄，你不可以死。你说过，等帮宇文章打败杨坚，你要带我回山西老家，风风光光娶我的。害人终害己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阿弥陀佛。走，师兄，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
好英俊呢。就是，没良心，胜利了就把我给忘了。金琵琶，你献图有功，朕想邀请你进宫做朕的乐师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朕就限你3日之内进宫到礼乐司报到。谢圣上。同寺僧人接旨，赐智同寺田地100顷，修缮寺院白银2000两，封世尊为大将军僧，赐大国僧袈裟1件，封学员为护国寺僧。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众位高僧平身。谢圣上。禀圣上，觉远不在寺里。哦，朕还想要封赏他呢。圣上，觉远不愿接受封赏，去云游四方，过他的乞丐生活去了。哎，朕真是羡慕他呀。朕也希望有一天能和觉远一样云游四方，岂不乐哉？